家都说演员吃的是青春饭，要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很多德艺双馨的老戏骨们不是一辈子都很受欢迎吗？不过谁都年轻过这句话倒是不错，一起看看大腕们年轻时候的照片，看看你能想起点什么骨，图中的人大家都认得清楚吗？前排戴帽子的就是那英，后排左边第一个是徐哥辉，第二个是蔡明，正中间是毛阿敏，齐刘海是宋丹丹，年轻的时候好美好，最右边的就是邓姐了，张国立的老婆古天乐和周慧敏，那个时候的胡子真的好帅的，放到现在秒杀多少小鲜肉，难得的是颜值演技并存，青葱岁月时候的葛大爷有没有很稚嫩的感觉， Maggie 和谢霆锋不过倒是记不起来他们二人什么时候合作过，有人知道吗？周星驰后面这个环保他的人至今还是个谜，星爷也没有告诉大家这究竟是谁，据说是拍摄于大话西游期间的，有人说是蓝洁瑛，有人说是莫文蔚，还有人说是朱茵，至于为什么说是女人，因为是横坐自行车的一般都是女性，你们觉得呢？这张照片中的人还真真都是大腕，从左到右，第一个是梁朝伟，第二个是黄日华，最中间刘德华，华仔往右数就是汤镇业，最旁边那个是苗侨伟，亮点蓝就是李连杰。